西要弄残留。每次给他买衣服，买白色衣服的第一天，他就一定要搞脏。你别再吃了，你看。啊。唉，你就吃东西跟个智障儿童一样。小鹿，好大的雾哟！我都不敢开快了。不敢开快，你还开快车道？那你没办法呀，那边那条车道很危险的，都是大车，跑慢一点吧。现在进了隧道里，大家都是80公里，都快不了。这边的天气很奇怪。就是一个隧道的问题，上面全部烟雾缭绕，到了下面啥都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估计相差都不到2公里。现在想起你身上那个黑点，我烦死了。没事，等一下就到停车区了，靠边停。前方1公里，你自己拿去洗吧。白色停车区，以下一个服务区还有10公里。你自己洗。小洞与烟霞技巧，查询当前位置。要到下面去吧。嗯。有没有衣服啊？我的新衣服。没有了，没有新衣服了。没有就算了，我就这样开车。新的呀，第一天穿呀。哎，这个常态啦，我是被白色衣服诅咒的男人。哎呀妈呀，太满了，一生都不可能穿得了白衣服的了。他那里确实不方便用啊，要打个两格才行。又是哈士奇，那也行吧。他一看到镜头啊，他就不忍心打我了。他说他当着镜头面打我的话，你还打？这里是贵州贵阳下面的一个区，采购物资，这些应该也够我们吃个两天了。两天的时间就刚好可以到前面取经那边。刚刚丽琴看了一下我新补的牙齿，差点一口老血又吐出来了。补得太丑了。这一块别人嚼过的口香糖敷上去，而且还贵，哎呀，这气死了！以后还是我在家里也补了牙嘛，我补的是150一颗，补了8颗。我现在补的200，我补的好好看，而且好敷衍，我都能觉得它很敷衍。我补的是看不出来是补过牙的那种，一点那种痕迹都没有。我今补的是两次补的都是。看起来就是很随便打个补丁一样。最重要的是他用的那些东西啊，好像是有点刺激性的，有点很浓的那种药味，补的时候差点把我呛死。买这么多橘子，我觉得没有一个3-5天吃不完的。你先吃一下丑橘，关一下门吧。你现在出去啊？还要去干嘛？出去买东西啊。还要买什么？买水啊，你又说要买水。那我先吃一下橘子吧。吃吧。我现在是想着那些水应该如果买的多的话放在后边好了，放在后边到时候要用的时候拿出来，或者前面下面这里也还可以放一些。文姬说丑橘不好吃。肯定不好吃啊，差得远了。丑橘它也挺好吃的呀。哎，你试了你就知道了。嗯，你看敷衍的表情。你这是吧？不好吃，感觉跟那个70-80岁老太太松弛的皮肤一样。不过它就是很软，感觉跟冻过了一样，冻过了化了水了，里面就是这种很软的，不好吃。你不要是吧？不要。终于停下来了，我们这一段时间也算是在跑路吧，一天基本上都要跑300公里以上。刚刚下了一下高速啊，
被当地的这个费用给震惊掉到了。因为之前我也做了期航拍，这边呢是属于云贵高原，很多地方八千，很多地方呢都是山跟山连接在一起的，要打通隧道，然后要做桥，桥梁跟地面的连接的地方的距离啊，大概都有个四五百米那么高，有的矮一点的呢也有一百米左右吧，高一点的有四五百米，还是看起来非常吓人的。这个是我今天的那个高速的费用，基本上一公里算下来的话要8毛到9毛，接近1块钱了，400公里多一点吧，400多公里花了364块钱。水怎么样？那里接？那里可以接吗？那里接大货车司机的。可以的吗？可以。不知道能不能喝啊，主要是。可以啊，他们说大货车司机都是在那边接的，那里不可以开车进去。哦，那要不我们去那边接好了。嗯，走吧。他说要不要钱啊？不用。啊，走吧，过去啊。能接吗？怎么水这么小啊？我故意放小的。有管子吗？有短的管子吗？我没有短的，我是故意把它放小，让它先把那些里面的杂质给冲洗一下嘛。我估计还挺长时间没人用了。应该经常用吧，这里都是大货车装的水的地方。不，我感觉已经算很人性化了，没有人收费。像我们那边的话，基本上有是有这种能接的，但是旁边都有一个亭子专门开设用来收费的。是不是管子太小了呀？哎呦喂，有点麻烦哎。要不去隔壁那个司机那里借条管子？找他借一下啊。嗯，他也在接水嘛。他已经走了。已经走了。对呀、啊。要走了。已经要走了。算了。我们再找一下办法吧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哎呀，没办法了。要不你来一下，太小的管子了，不行。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奇迹。咦，咁都得？肯定得啦，咩人嚟噶？完美，粗鲁的人，你要可能要摁住，不然等一下水压太大，它冲飞了。它只要这里不打结就行了，没问题的。你看不会？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真的不行。你要在这里帮我驮住一下这里。那我不拍了，驮住一下这里就行了，不然的话水压太大也不 OK 的。你看，宝宝你坚持住啊，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真的是爆管了，水管了。我现在我帮你调大一点吧。它就是差一点点的距离。我感觉像吹气球一样了。肯定的，我如果用脚轻轻踩一下，你就完了。你不要，我要报复你的师傅来了。每天就是跟我张牙舞爪的，一过来就给。我放了，我放手了。给我脸色，你看我。等报复你。我放手往你那边吹。我要报复你，好简单，一踩你就完蛋了，你要花颜失色。哇，这个水压好大的哦。嗯。感觉不用多久的话就能加满。货车装水嘛。对啊。货车的水箱比较大，也比较容易装满。管子都是他们那种特制的，这么粗的那种管口，加粗的。我这种本来挺大了，还要撬一下才能装进去。140的水箱，我估计5分钟都不用就可以把它。我去，现在才加了2-3分钟吧。等一下再加一下，前面还没有上水，要加到第二个水箱上水才行。第一个水箱上水的话只加了20%，还要整一下。等下这里也有水溢出来就 OK 了。压力大不大感觉？我好累了，走走开走开。哟，来了。关了，去关了。关了关了关了，快点。够了够了。哇，这里也立出来了。哇，这个水压太得劲了。够了够了。
那我这个我就不管它了，我先不锁住这里了。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随便洗澡。你锁一下又怎么样？能费你多大事啊？哎呀，不锁了，谁会往里面投毒啊？你就锁一下又怎么样？我懒得锁，我只想着明天就方便一点。不行，你要锁。好吧，用的差不多了呢，就可以再来这边加满再走。洗个澡啊，洗个衣服啊，方便得多。我这边好像地势也不太平嘞，有点往上斜，往我们这边那边比较高点，我们可能要去那边。好，都没有多少人，而且这里只有一个卫生间，都没有服务区。这里就不算是服务区，应该算停车区吧。那我感觉来这边的话，基本上不可能有电车会来这边。跑了三四个服务区停车区，到目前为止一个充电桩都没有见到，就是新能源用的充电口一个都没有，简直是新能源的地狱啊。我们的店今天晚上应该不够开空调了，这么凉的天气都不用开空调啊。我觉得还是要开一下，而且我现在外面的温度比较低嘛，你就算开空调它也费不了多少电。道理，开空调只是为了让车里面没那么闷。我觉得昨天晚上我们就睡得特别难搞，车里面太闷了，有点闷，但是还是能睡。答应我们找个地方停啊。感觉水满的时候好充实的感觉，就是干什么都可以的感觉。嗯，下面这些水也够了。我都买了说要煮饭的，用的又是自来水。哎呀，真的是。要不要重新？无所谓了，无所谓了，都煮下去了。这些就是用来做饭做菜的生活用水，打汤也是用这个。牛奶等下把我放到冰箱里面吧，今天晚上我想喝一点冰冻的牛奶。怪不得前段时间不好睡觉，就是因为没喝到冰冻的牛奶。嗯。哎，等一下，一些还有一些菜啊，我帮我开一下冰箱，麻烦。自己去。还有一些菜，我一直弄了都没有吃，我想着等你过来再吃。现在不知道坏了没有？你打开看一下坏了没？莴笋。你是不是老家伙呀？怎么了？这些是什么好东西？为什么要莴笋呢？很嫩呢、啊，这个大姐姐、啊、超级嫩的莴笋。为什么要等我来了你才吃呢？主要是上面有泥土，我懒得洗。你有这么喜欢吃那个丑柑吗？这不是啊。哦，莴苣啊。嗯。哪个好吃？哎呀，给我多的。差不多。应该还能咬。相似，这个明显甜很多，就脆。嗯，在车内就刚好穿个裙子，穿个 T 恤就刚刚好。到了车外就要加外套，外面比较凉啊。还行吧。这多久啦？应该有五天了。这么久还能吃吗？我没有洗那个泥土。它可以保鲜一个星期以上。为什么不洗呀、啊？洗了的话，它不保鲜了。很脏啊。让它感觉它现在还在地里种着。呵呵。你洗一下，把那一削一样可以吃。你像那些卖到北方的，他们也是要这么长途运输过去啊，对吧？他们也是不洗的，你以为他们要洗啊？今天晚上先做了这个吧。对啊，用这个用来炒猪肚好了。炒猪肚啊？你不是用来炒你的那个吗？无所谓，都可以，炒蒜心也可以。炒蒜心啊，这个用来清炒或者水煮都可以。我感觉这么嫩的东西，坏了没有？看一下中间那个心，还是很绿的。哇哦，还很新鲜，跟刚摘的一样。本来是买了那个很大的一把菜刀，但是其实我们的车里面呢就不适合放那么大把的菜刀，放在上面了，所以用的话也不经常拿来用，很不方便。这么大的一把呢，如果放在车子或放在外面或者放在里面啊，
它震的东西，震的时候我担心它掉下来就很危险，万一一个急刹车那整把刀就砍到前面去，我们两个就完蛋了，太危险了一点。所以那么大的刀其实我们是不太喜欢用的，就放在上面的，有的时候砍骨头啊什么的才拿来用一下吧。对啊，宰那些比较大的肉块的时候，比如说去买什么牦牛肉来吃。对啊，才会用到。感觉就是刚摘下来一样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一个莴笋都能讲个半天。当然呢，说明这个保存效果还是有效的嘛，非常新鲜。旁边人影都没有一个，如果不是这一次旅行终于回来了，我一个人也不敢在这边停，炒菜我都成问题，风又大，像这么大的火的话才勉强可以把它煮熟。这个是今天晚上两道菜，这个用来白灼然后蘸蘸水，这个呢就随随便便炒个猪肚吧，这个是买的猪小肚，其实应该是猪的膀胱才对。这个先不做评断，因为有其他东西，先试一下那个用来蘸一下。它的这里是加了芥末，我说好吃你可能不信呢，我就等着你那个惊讶的小表情呢。你这样说，我再怎么好吃，我都不会有惊讶的表情的。试一下，好吃吗？也就那样吧。你看，真的也就那样。我觉得丽琴最客气的时候，应该就是对着镜头的时候了。一般来说，她对我就是大呼小叫。我对人。镜头也揍你啊。你拿了我的筷子，好，谢谢。什么就也叫那样吧。花生油有点多。不多，没有油不好吃的。是不是也就那样？简单的食物就这样啊。不过这老奶奶做的菜确实，种的菜确实很甜很脆啊。怎么不把这个座椅给转过来？我不喜欢坐那边，我感觉太麻烦了一点，要我摇来摇去的。好了，吃好吃。吃饭呢？等一下，我再试一下这个有灵魂的芝耳根。哇，这个跟野生的味道是一样的，又香又浓。好了，先这样吧。喜欢我们视频请关注我，拜拜拜拜。